好，看看现在啊，开森，哇，这要死了，再打一下，哎呦，好，直接带必杀了，啊，受伤害了，受伤害了，对，反正你最后一个人了，我不用跟你神了，看着再说，我跟你对对血，啊，我拿大斧子敲你两下，给你补补体，你补补体。啊，现在的比分呢也是来到了一个7-5啊。猫王还是选择用麻绳。好，麻绳。哎呀，第三段葵花，老蔡想抢，真勇敢。嗯，他真敢拼我这一下，他刚刚那一下没拼到，他自己就到板边去了，是吧？刚刚那个位置把自己就去板边了。哎呀，这个反抓，哎呀，这个萧峰。葵花上面出现了一点小失误哈，我去，这下能出青葵花，啊，这个保家凡，哎呀，这个，哇，这个大跳脚，他那青葵花，说实话，他就是一瞅玩八神就业余。业余是吧？你刚才那下如果是中葵花的话，会串招出必杀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确实确实。但是业余也有业余的好。是的，就让别人一下子摸不到你的路子是吧？啊，因为业余的话，他的套路可能不是那么的固定，是不是？对吧？有的时候，啊，这种挺业余的八神，让老费也挺头疼。啊，这鞭子还是抽得准啊，包括了这个鞭子抽的是吧？对，这感觉点位把握得好。那刚才那个反抓也是，这时候老 K 心里面想的，这小子发招真闪呐！包王又拖把，他这下拖把，你看这下就是老 K 就是准备好了，就不能让你一直想你想怎么拖把就怎么拖把，就怎么拖把。对，但是把又拖回来了。这一个必杀，包王得跟他拖最少15秒。15秒，好好，现在把这个板再拖过去。对，在15秒之内，我再攒会儿气儿，然后再给你耗会儿时间。这个鞭子的意识感真的挺好的。其实我觉得啊，他不是想臭老佩，他是想骗气。晓得吧？他觉得老黑这个时候我出一个鞭子可能会 A 闪，他这下就是抽你掉，因为你防住了之后，你大叔防住了之后吧，你得准备挺充分的才能出那出地，要么你要准备不充分，你出地的话会出后天拳，其实那下漏招挺小的。是的，好，看看现在啊，站中腿踢一下，再踢一下，啊，被鞭子给抽了回去，把这个进攻的路线给不应该打了回去，不应该往这身上抽，应该再跟他对对血，再跟他对对血，因为闪避的话，两个气的大门还是有机会的。是的，是的，虽然说没啥招，但打的人是挺烦的。好，看看现在 K 神啊，面对这样一个被追上来的一个情况会怎么样的打。哎，刚刚跳出过萧峰是失误了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刚刚那个点位出萧峰应该是没问题的，应该是抓得出来的。你看他这下就是想打了乱动，其实想的有点多了，对，直接带走了。他这下其实想抓老 K 反抓，然后老 K 从那个远重拳他下重拳接波就打晕了，下重拳接波就打晕。好，看看现在包王的3-7-0-2还是想的太多了。好，老 K 这个时候也是换了战术，直接往你脸上扑了。这个时候，好，包包打了一个爆弹头，下面怎么说？前 A 打中段啊，葵花都没打到啊，双方都还是一边打一边确认当中啊，啊，中了一套脸，这个大爆发真的是没办法。再葵，哎呀，这个鞭子抽的刚好，我觉得包王他抽鞭子的那种感觉很好。对，这个他抽鞭子，他不是抽你身上，对对对，他抽你往前，空气，对，他就是感觉你要冲了，我就，他就不让你往前。对，他把那个判定放在那个地方，你自己就撞上去了，对，会有这样的感觉。他是，我可以不抽你，但是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，对对对，咱俩就猥琐发育。哎呀，这下太舒服了，哎呦，这下，扫腿。怎么说？下面怎么说？这个跳 CD，老 K 按得好，按早了一下就早一点，按早了就被抽回来了。按早了个判定还在嘛？他的那个，好，再一个爆弹头，看看老 K 这个时候怎么样的防后跳了，又发必杀，对，后跳了，因为老 K 前面已经中了两个这样的一个反摇的必杀了，啊，这一次也是做了一些准备啊，采取的刚刚是个后跳个鞭子，这下是确认鞭子啊，这下是确认的，因为你拉着底防是出不来鞭子的，是的，是的，他得把杆归中了，然后再抽鞭子，归中拉了前的方向，前斜下，这个时候你一旦按到一个空招，他马
上一个鞭子就往你的身上来了。看这下能打掉他气儿吗？这一下就是一个平局。对，我觉得 K 神他更多想的是，就是说，我再想保住这个能量，资源，就是说我一定要资源跟你同等的情况下，他打真气可能就会心态上面会更好一些。对，因为其实说实话，这大门挺难打真气。是的。哇，这一个太帅了，太帅了，太帅了！那个出乎意料啊，真的是出乎意料的感觉。啊，这一下，这家确实不敢出招。就像我们昨天所说的，大门把对方压在脚里面，采取这种前跳的时候啊，你总感觉他会按脚。当你反应过来他没按脚的时候，实则你已经进入了他的一个。其实这个大门的地震是漏招，他不会全屏抛杀。好，现在比分来到一个8-6，还是关键局的把握。是的，这下比分拉在2分了，心里就有优势了。刚才如果7-7的话，就不一样。不好说了，确实，7-7，我更多的会觉得包王会打得更激进一些，因为他的心态上面已经占据了一定的优势。好，这一局的包王了，八神，你别说，他没什么固定的套路，你发现没？他都是散打。对，他都是防守反击，他没有压制。对，他能慢慢跟你，来一下，搞你一下。对，然后通过来抓，对，给你个必杀。对，你要是很想很舒服的来压制我，那也不可能。对，他就这样子的。主要是97里面现在就是气功属性强点的人物没有了。哎呀，这下偷脚踢倒了。猫王对血真强。哎，这下失误。哎呀，中间必杀。这一下打得好，这一下打得好，这一下确实是。97里面要有一个2000那个小包子，那气功带我上扔的那个小包子，猫王玩那个绝对厉害。那可以一直不来了，真可以一直不来了。这个能气死你。哇，这个萧峰打得好。哎 呀， 连招太贪了啊。你怎么能连这招呢？你是那孩子吗？这就是业余八神跟专业八神的这种，不是吧？还是有一点啊。不是你专业八神，你打不晕，你没必要连这种招，有什么用啊？哦，这个时候怎么说跳台？哇，复合头上浮地雷阵啊，直接想拦着三啊，因为他觉得包王怕降。对，他可能就是采取了一个下意识的这样的一个拦截三，这下运气差点，拦截踩空防拦截三没出。是的。哇塞！不得不说，包王这一下的反应快。他刚刚其实老 K 这个时候想法也很好。其实他那下是运气好，知道吗？老 K 是专门就打他踩他攻防的，然后包王选择没动，他如果落地像我们像咱俩这种落地随便抢一招，没准就挨他这拦子三，就挨他这拦子三。对，他这下没动反而救了他，救了他。好，8-7。你看他这八神呢，那跳重拳怎么能谁下重拳呢？好，看看现在啊，中拳丢个气功打压制，哦，萧峰换位置。抢了一段葵花，下面怎么说？重拳直接掏，哇！这个时候包王他没有抢萧峰的，他可能也没想到老柯这个时候会这样子来打，对吧？漂亮啊 ！K 神这一局的八神，啊，这个节奏感把握的还是好啊，还是好。关键局能把握住。是的。就是每当包王要追平的时候，就是从包王追到5和6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包王每一次要就是气势要上来的时候，总能被打回去。是的。就是大赛经验还是丰富，一个必杀。小峰回来，这没办法了，这肯定要带走。这下没必要加重拳了，打死就行，不差那点劲儿。我觉得今天的比赛上面，包王真的能够在落后那么多的情况下，慢慢的把比分给追回来，真的很不容易的。很不容易的。看懦夫救星能不能拯救包王了？哎，我急了，终于发爆炸了。好，关角落。他这个
防守防身轻，就喜欢防一身轻了。防得好，其实可以感觉到他会出站中脚还是下行脚，因为刚刚那个距离不可能再出下行脚了，就是说在你没真气没有能量的情况下，对吧？他更多的会选择这样的一个站中的，感觉蛮好。这防守防得真挺好，但是真七那个跳吸地太难看了。真七那个跳吸地跟跳中脚和跳真七起跳的时候都是一样的。真七那个跳中脚跟那个跳吸地很难察觉出来，是吧？而且跳吸地很容易收招，特别快，特别快。然后收了招，他可以就是说复合带这种指令头，你还被他掏手电筒啊，照亮你的前方啊，包包，你想照亮。你要照亮我们 K 神的前方啊！这是致敬他遥远的兄弟了。那个小包那个手电筒想请神呢。好，现在的比分呢已经来到了一个赛点局，9-7啊，非常的刺激了啊！看看包包这个时候又会不会换人了？看看啊，红丸。还是八神啊，依然还是八神，他觉得八神还是要打得更为舒服一些啊。八神有爆发力，嗯，看看我家小包这个手电筒能不能请神成功啊？完了，完了这一下，老K已经算到了他的想法，刚刚这两下有晕点，对，完了算到了想法，完了八神白给了。这老K他到了关键局的时候，他会怎么讲呢？就是说先发制人的一种感觉，是吧？就把你先控制住，把你的点位给先封死，完了结果请个瘟神。哎呀，全输在这个手电筒上了，真晦气呀、啊！啊，我上走，哎呀，小包包，哎，萧峰接看啊，很经典啊，都很经典。我去！啊，包包这个时候击杀啊，这一下，哎，啊，双方都还是蛮客气的啊，打的。我这压挺厉害啊，萧峰接看没出必杀。正常我们要是失误了的话，必杀就出去了。必杀出去那就是很尴尬。好，看看现在陈可汗对战到的三七现在身上没有能量，包包也是慢慢的在攒，看看老 K 这个时候会选择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呢？后跳拳，前跳脚，再一个前跳脚，慢慢的就是说招都往包包身上打，就想要么我踢你，要么我给你换血的这样的一个想法，要么就要你气儿，对，要么就要你的血，反正总要给一样啊。哎呀包包在这个地回阶段的几个下击抽得非常的准哈，看看怎么说。哎呦，这下其实也是偏CD 他失误了、好，再看看怎么说。哇，跳啊，拼到了。其实老 K 的想法也很简单，我一定要把你的三七龙啊给打死，对，然后我想办法去耗一耗你真气的气，要么对锤一下试一下，或者把你放倒地我就开始转，对，锤三下我就要你大半管血。是的，反正这个血量的话你得连我两套才能连死。好，看看下面会怎么样的打，跳进脚，下进脚转球，跳进脚后跳，再次的把距离给打开。好，看看包包现在也是步步为营，慢慢的想将老 K 关到角落里面。角落里面怎么说？安全的木头。但是这个时候下来被打了一个摇摇乐。好，摇摇乐过后，依然非常的安全的跳进脚过后，走位的下进脚接上一个摇摇乐，滑铲的一个雀板。完了。再怎么说？哦，想抛。恭喜我们 K 神啊，顺利晋级到四强的比赛当中。